朱军人许淑敬女士，文教院蔡文义先生，首先，我要非常欢迎大家到总统府。国际狮子会是一个充满服务热忱的大家庭，也是各界推崇的荣誉团体。那么，狮友们因为理念而结合，为台湾跟世界做出很多的贡献。像我们301万区团队阵容很坚强，在高雄市拥有65个分会，2000多位狮友。长年以来，在各地积极投入各项社会服务工作，为我们台湾社会带来莫大的帮助。那么，区内的狮友非常注重社会公益活动，在去年一年，大家就见证了4部大型的社会服务车辆，来协助防疫跟社福的工作。那么，在爱心行动上更是不落人后。大家在台南赈灾时也都热心地参与校园重建的工作。另外，对于捐助世界各地人道救援的国际基金也捐献的很多，更是100%，成为世界各区狮友捐献平均值排名第一的单位。高雄的实力蛮雄厚的。本年度在王岐灿总监的领导下，除了再捐献6部大型社会服务车辆，规划举办更多的社会服务活动，并且预计在明年的6月底之前捐献100万美元以上的国际基金。在这里，我要感谢大家所做的一切，也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，集结狮友跟政府的力量，让台湾可以变得更好。那我要祝会务昌隆，大家身体健康，谢谢大家。